好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看 WCA 台港台三三五，我是阿吉，我今天蔡明辉。哦，我刚刚在想说我的伙伴怎么不见了，我刚刚以为我是，我刚很心急。第四场的开始，对，哦，你以为第四场哦？对啊，我原本以为你是第四场，昨天是三场换了嘛？对、啊，没错。因为我刚刚是有想说奇怪，哎、欸，时间要到了，所以我想说今天应该也是过三场后换人啊。对，我也是没想到刚刚他们就出去了、啊。我想说他们怎么没关系啊？没有在里面，你这场来的正是时候哦，有我们期待的选手。那是大神吗？对啊，那是大神啊。他昨天超危险的，我超想看他比赛的。今天不是有一个看起来应该要赢的也是拜拜了？哦，你说 Hess 吗？对啊，我觉得 Hess 应该是操作的问题啦，嗯、因为他。我们知道 Hess 他是战术独特，还有他以他的操作见长，就他今天操作不太行，真的不太行。看来应该是心中有杂念了、啊。对，好，这一场我又到我兴奋时刻、啊、你怎么看到谁都兴奋、啊？我最爱的 Nice 大神，他是我的新欢。我的天！以前我是心都向着 Rex 的，可是现在此时此刻，你知道昨天为什么他可以晋级吗？为什么？我没有播到吗？你没看他比赛 啊？真的假的？你如果看他比赛，你当下一定觉得他会赢。哇！太可惜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马上就来了嘛。他是在一个极大劣势的情况下逆转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他几乎要输了。哇，不愧是 Nice， 你看已经撑过了压力。他连主矿的那个矿只剩两颗，他逆转了。哎呦，对吧、啊？他长大了，他只放两个矿。如果以前的他早就输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他会败给自己的心魔。对，你要看，应该是我前几期一直不停的努力增加他的抗压性，他也变成现在的 Nice。而且这一场就是上一场，上一次。他就是雷蒙把 Nice 淘汰的啊，没错。对，好啦，我们这样来看一下、喔、地图是凯尔斯交易点哦、喔，是然后是由雷蒙要对上 TSG Nice 哦、喔。那 Nice 其实他进步，应该说他目前加入这个队伍是还蛮严格的。嗯，对他，根据我跟他聊天哦、喔，他这队伍就是每天都要练习，而且都要叫 RP 上去，叫吕布雷上去的。对，而且那个吕布雷他们是大家是可以互通的。没错，然后他的队友大家都知道嘛，小 Hero 还有这个 Solar， 那 Solar 在昨天的 ROG 的比赛还拿到一个亚军。哦，确实是实力非常强劲哦，所以这也是 Nice 最近可能进步幅度比较高的一个原因。他们在练习的时候，不是只有他们队上的，对，他们还有跟 Tam， 哦，还有那个之前那个，我觉得算是中国第一的选手，那个虫族，哦 ，A I G， 哎，不是 A， 那叫什么去？你给我忘记那叫什么？我知道你说谁，就是那个百阵虫用很强那个，但他后来有退役。对，他有大概有快将近一年吧，就是不打了，但是最近又回来打了，好像叫 IA 啦，啊 IA 啦，对 ，IA 跟那个泰姆还有那个他们都会一起练习，没错，这其实蛮好的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哦、喔，那现在 Nice 来做一个侦查，唠唠看到三矿。啊、因为他刚刚有稍微去阻止一下对方的二矿进度，所以刚刚其实早上是直接开在三矿的地方。好，那这边有看到，同时间这边 Nice 则是直接跳了 VC 哦。好，同时间研发的空门，哦，这个 VC 很快哦，这个 VC 极快哦，感觉上是要打一个攻速极限的攻速教室吗？好，那这边第一只教室到门口去做一个侦查哦，火力侦查，稍微看一下有没有觉得点个农民，往外飘，点个农民漂亮，哎、欸，哦，哇，这个操作还是挺给力的，哇，全部，其实我觉得这样神珠也算是有赚呐、啊，因为你去盖那个气矿或者是盖这个包子爬行虫，你都要再取消，那还是有赚一些钱。好，那现在来看到。好，一只，好，再飘走，哦，这边可以看到 ，Nice 的这个操作还是蛮不错的哦，还没有死任何教室。好，那这边看到 Nice 的教室回家了，同时间自己哦，直接很快速的放了引刀塔，哎、欸，刚刚王闯好像没有想要进来看哦，他刚刚进来一下发现有追就往外飞了，所以这个引刀的时间点。我觉得雷蒙应该是没有发现的。好，不过雷蒙这一个二本的速度其实也是蛮快的。好，那这边要看一下哦、喔，这边用追猎堵起来，哦，要保护一下这个资讯是不能被对方看到的。同时间，这边可以看到雷蒙放下了一个张潮，二本已经到了一半的进度了，引发狗速。哦，不过 Nice 这边的人进已经快出来了、喔，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是人进到对方家里就可以直接刷引刀了。好，那这边来看一下哦、喔，这边
冷静已经出来了。好，出去，有没有被狗看到？哎呦，看到看到，哦，这看到差很多，好，直接把它打掉。带两只教士，现在看在这个雷蒙的眼里，感觉上还没有把猜出是引刀哦。不过这边监察红总已经变出来了啊，但是引刀感觉上也是闹不到东西。不过引刀刷出来以后，至少还可以变白球啦，这也是差蛮多的。好，那这边看一下哦，两只教士进来。好，卡好位置，射一下，射一下工兵。好，三只引刀在寻找机会哦，在寻找机会。好，绕了一圈，然后同时间家里放在出这个不朽，同时间还有在研发这个脚狂的提速哦。那这有没有发现呢？不过雷蒙因为目前好像还没看到对方的引刀哦。好，投进来了，哇，这边没有任何的防空，引刀砍了一下，好，不过这边第一时间先长虫到位，好，引刀再走，这边看起来应该是要和白球了。好，同一间这边 nice 的三基地已经放下去了，好，两个白球，好，冷静出现，好，这边应该要用空投白球来赚一些东西哦，同一间掩护自己的三框开启。哦，这边想藏一点。哦，这两个白球，两只农民，四只、五只，哇，扩散伤害真是给力。七只农民，哇，赚，这有点赚哦。这种是只消耗护盾哦。那同时间，这个时候其实 Nice 的三矿已经开始在运营了。好，那这边继续看一下哦。好，这边再绕一圈，你看有没有机会再赚一些。好，那这边再看一下哈。往三矿这边在哦，不过这边其实每一矿都有蟑螂哦，他已经先准备好了，没错。好，那这边我觉得这一波打过去，雷蒙应该有点危险哦。Nice 没有 ，Nice 其实已经停龙了。对，刚其实主要是虽然说 Nice 的引刀第一时间没有闹到东西，但是他后来的那个空投白球杀气龙闹到一些，对，然后让对方又提早爆一些兵。那这一波大量的不朽配合前面的白球跟提速狂，雷蒙卡人口，对，这波有点悬念哦。他刚爆兵的时候卡人口，杀很多很多蟑螂都还在卵里面哦。好，工兵拉走。我觉得这波有点危险哦，而且立场只有三四个而已。没错哦。这边再等一下下哈。他刚怎么没有砸？应该是没有那个算是提，因为他第一波丢完了，然后再吸地。对。哦，我觉得应该感觉上要带走这不朽爸爸太给力了啦，阵型太差了吧？对，不愧是 Nice， 你知道吗？不愧是 Nice 哦，我心目中的大神。我觉得刚刚主要还是那个啦，那个他打破这波说雷蒙他卡人口了，对，所以他刚刚有他有很多的蟑螂都还在卵里面没有出来，没错，对吧？所以他没有办法在那个第一时间的时候，在比较好的位置交战。你看他刚刚那个 Nice 来说，他的那时候他王团才刚出来，然后他的那个蟑螂才刚按，然后都还在卵里面。没错，所以他就只能缩在那个三矿跟二矿那个斜坡外面，那个交战位置太差。对，那边基本上你只要被神族占领到地利，你基本上是不用下来了。你就算想要砸神族体力下来，不可能他立场一直隔。对，那刚刚其实我觉得算是这一场 Nice 应该是时间 timing 点掌握的很好啦，就是。引刀算没闹到，但是白球闹到嘛，然后打瓦器最近蛮流行的、欸。我之前播那个有个大陆选手叫那个 Maxi， 他打那个兵军的时候，就每一场都这样打，他就打冲就这样打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只是刚刚那个 Nice 的工兵补再比他多一点，那其实套路都是一样，就是先引刀，然后完以后直接接一波。对，而且其实 Nice 刚刚那是有后手，他就算没有打下来，因为他是虽有停了，但他浓蛮多的。他那个打法都是有后手，但前提是你不能。整波送就、啊、没错，就跟没有后手是一样，因为整波送人家反推你就守不住了嘛。对对，所以你只要能够把对方打到打伤，你三矿，因为你三矿是有开，也是可以继续运营的。没错，而且我刚刚稍微看一下，其实我发现那个雷蒙应该是有发现对方是要跳引刀的啦，因为我刚刚看一下二本非常快，他应该是看到对方很快速的 VCVR，
就直接断定对方应该要引刀塔了。对，好，来看一下今天第二场比赛啊，地图是国王海湾哦。好，在地图的左上方啊，是现在 TSG 台湾天梯分数最高的男人 ，Nice。下面的是抬头打出来，好不好？你说他的那个名称吗？对，太长了，我不想念。我背起来了。啊，你背起来，来，请说。死亡舰队的提督。卡，不够顺，你要一连串啪啪啪啪啪讲出来。我突然忘记了，太久没有念他的名讳，我只记得最后一句是小那个亚细亚吹银神帝。亚细亚，亚细亚是三回了。我跟你讲，没关系，聊天室把他一头打出来好不好？给 Nice 一个致敬啊！好，那我们下面呢是蓝色的冲突选手，来自 Rush 战队的 Lemon。上个我记得在上一赛季的时候，就是他淘汰了 Nice。对，然后 Lemon 后来是拿了亚军嘛。不过很可惜啊，他跟 Hayes 在上次要出国的时候都是卡在签证。对，卡在签证 ，Hayes 好像是慢一天吧。然后那个 Lemon 是慢一天申请，两个都是，反正刚好都那个签证没过。对，其实上次真的蛮可惜的，就是我还蛮想看到早安在国外的表现。对，因为我认为就是你在台湾这样打，出去国外打一个比赛就是一个经验，你可能会在上面突然觉醒之类的，也不一定。有时候打个比赛以后，整个人就不一样。对啊，就可能被开发啦，或爆发啦。被开发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就是想法不一样了。然后很喜欢用被开发打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了。你说战术方面被开发了？对，没错。好，那再看一下哦，这边 Nice 第一时间做个侦查。啊，说到这个，像今天 Haze 啊，其实他今天第一场会输啊。我刚刚已经跟他们讨论很久，其实。以往我们对于黑色的想法就是，他是侦查很细腻的人。对，他这场没有侦查吗？他第一场是直接被绕狗进来打到追猎，那追猎是完全没有反应的，然后就直接死了，下面就掉了。哦，对，然后第二场他的立场那些也都没有控好了，放的不是很到位，这样对，就很没有黑色的感觉。嗯，对，好，那现在 Nice 来侦查了。哦，这边已经看到三矿了。哦，这边是走 BS 哦，这 BS 也是很快、啊。他帮他取那个外号的人，他是那个类似文字工作者哦，真的假的？他本身就是靠这吃饭，难怪。所以 Nice 应该要给他钱，你知道吗？给他工资吧，我觉得对。好，那来看一下。其实我老实讲，在目前的转播啊，像 Lemon 跟这个 Yuga， 我个人都还蛮看好的、啊，因为其实就是。近期的崛起的一些，他们也不算新秀啦，就是他们就打之后还要回国打嘛。那他们可能练习了一阵子，发现感觉不一样，也学习到新东西，打比赛又有赢，那其实就很容易越来越强。先讲这两位选手都打很久，对，他们是在我们那时候他们就在打了，对，但中间应该是有短暂的没有玩，多少吧，多少都会有、哦、都有一阵子没打，只是那个 Lemon 我记得他之前是打圣主，他们都很年轻吗？嗯。不，年纪不大，真是讨厌。然后那个昨天那个啊，昨天有那个叫什么 Javier 是吧？嗯，他晋级了、啊，对，2-0。啊，我刚刚有跟大家讲，就是我昨天不是说那个 Integrity 他是击败那个什么 Expert 跟 Gojoy 吗？我讲错了，对，是 Javier， 对 Javier， 对，是 Javier 击败了他们哦。好，那这边看一下 ，Lemon 已经放了已经升了二本，所以昨天那另外人类选手就被你白奶了。啊，是吗？你不是一直说他预赛多强多强，你看好他，他白白中枪哎！都是 Top 啊 ，Top 口语不清，害我听错，这两个名字差那么多。啊，没关系啦，他也还没走啊。这边出三先知他已经出两只，他出第三只哦。对，哎呦，这让我看到，你知道他干嘛吗？他干嘛？他等下用一堆教士飘过去，然后再用先知去杀。哦，这个是打人类比较常见的打法，没错。打虫族比较少一点。有，你知道因为狼人是延迟蛮久的嘛，我现在刚刚看到死亡凤凰舰队提督，抓棒军团最高统帅，冰雪风暴禁制领主，亚细亚州吹银神帝。对，有点太长了。那个讲这句话的人是 A 开头的 ID， 扛不住，又每个人都在刷，每个都在刷，对，我天。这是国家杯的选手选的没啊？我不知道好像有在投票吧？对啊，在投票。因为国家杯的选手是用那个投票投出来，大家可以去投，说希望谁可以去参加，对。对。如果阿吉有报名的话，大家也可以投阿吉。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啦，我上去肯定去送的。但是如果选我当教练，我可以帮忙大家。你也不用当教练，你就当那个，你就去加油的嘛。
你知道我都已经加油哦，这个冲动，这冲动有被看到吧？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有机会，有机会哦。可是这三只先知很痛苦啊。对，哦，这操作还是不错。奇怪，来了，开起来了。这边后冲加上硬化虫，哇，我仿佛看到两个月前的 Nice。不要怕啊，那也是谁？对不对 ？Nice 不是去两个月前就被他淘汰的吗？对，好像是哦。哇，很危险啊！这样。是不是奈斯现在很危险啊？超危险的啊！虽然说这边只有异化虫跟后虫，但是异化虫蛮多的、啊。哇，怎么觉得好像没有？我的奈斯大大，别慌别慌啊！这个局势我看多了，应该是神族而已。对，你要信我、啊，相信我好不好？好，我相信你啊！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。完蛋，我总觉得神族要输。来，往后拉一下，因为他有啊，有电池而已。可是他的兵营只有几个啊？我扎那个袋子，只要能够把那个钱花完，我觉得神族是不虚的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刚好的那两个电池很重要哎。对，而且还有那个啊，刚刚在虫洞开起来之前，这个袋子有先守住了，漂亮。对，袋子他的那个先知有先去杀了一波农民，所以说那个你看雷蒙他其实后续是没有什么利益。哇，袋子这个应该守住了。这个工兵不能死啊！而且刚刚其实二主基地的那个主基地差点爆，还没咬掉哎、欸。是啊。好，雷蒙打出巨巨，我们恭喜 Nice 先拿下第一场比赛的胜利哦。对，这个地方比较关键，就是刚刚他在那个虫洞开起来之前，他就已经被先知杀过农民。对，几乎死了快一块农吧，十几只吧，啊、十一只。那个地方，所以让那个雷蒙的后续就没有那么强。而且他如果说今天是蟑螂加。他如果今天是蟑螂加后虫的话，我觉得搞不好已经赢了，可以把 Nice 打死。可是他今天是异化虫，对。然后刚好 Nice 这今天的打法又是用大量的教室，所以教室是相对比较不怕异化虫。没错，对吧？其实刚刚最大重点是刚刚不是他狗出去包了教室嘛、嗯？其实刚好那两个电池好了，对，让那个教室站着，不然刚刚那个教室我死了。那个肯定是 Nice 被虫洞以后就马上补电池，因为他知道只要能够守住二矿。然后对方已经爆了一个矿嘛，对，然后他把他兵蓄起来的话，其实那个虫族没有后续的，没错，对吧？好，那现在 Nice 是以一比零战胜领先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。好，二比零了，二比零了，啊，对，二比零了。第一场啊，他不是这一波吗？啊，抱歉，我刚刚第一场我忘记了。他第一场不是直接一波，然后就把他吞并了吗？对，哇，我刚刚突然也是神流一下，好啦，因为我私心不要 Nice 那么快结束哦，你因为你刚刚虫洞，你怕 Nice 就这样走了。我还没看爽，从那个重温那个两个月前的噩梦吗？没错，我想持续看着 Nice 的身影。他赢了，他明天还会继续的。哦，没错。好了，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吧，也恭喜一下 Nice 啊。我们先稍微进一下广告，稍待一下。